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这个冲锋衣啊，冲锋衣的话，它有男款有女款啊。你看我和我小姑子穿的是女款的，方强穿的是男款的啊。它是这种暗花的这种啊，而且咱们这个冲锋衣的话，它做工很好啊，它是一个三防面料的，防寒、防水、防风。我给大家做个试验啊，咱们这个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一瓶水啊。看一下家人们，看见这水了吗？它在这衣服上，你看来回晃，你看没有啊？它的水根本就湿不到衣服啊，质量很好啊。它里面的话是一个透气网孔的啊，透气性比较好，穿在身上不闷不热啊。而且咱们帽子上还有这个领子上还有这个卡扣，能使咱们这个穿上以后这个帽子啊有一个立体感啊，穿在身上很好看啊。咱们这里还有一个那个隐形的一个兜啊，这里是个拉链，也可以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啊，挺深的啊。咱们这个兜这都有这个防盗拉链啊，很好的一款，看到没有？穿在身上这个帽子特别有立体感，很板正的一个衣服啊。有需要的话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。